小顽皮啊，广义的亲弟弟哦。不轻松，全天都在太平中，民众一酒一通，他们就得行动。所有大小事就工作动作，工作是几大小事，就跳楼的还要当心理导师。他们守护每个就业，但我们守护税，他们还在把饭叫黄金，正是你头推又反人手背。我是花河的年代，是未知的未来，明天与死亡不知道谁先来。他们一次一次找到你，似乎叫声一直，即使爆出病是小孩老人燃烧氧气，搬开墙壁将伤者扛起，或者压在砖头上的手说不要放弃，就像火球照亮黑暗夜晚，就算火势摧残眉睫，管消防车炸到飞散，就算推算爆炸后发生在周围也不后退，就算粉身碎骨只留下一顶头盔，他们这一秒就成了结果，一回头下一秒跟家人告别机会都没有。等等电火逃离灾难发生地越来越多，消防员朝着长官叫回去，你的情节听到呼救声，时间抱住每个人，请给我无畏勇气对死神。如果我想离开，请保佑我家人。他们为了救人不曾离开，当天都一踩也是真理在，坚强面对同人意外。如果注定灵魂得提早离开旅程，也只求上天保佑亲人平安度过一生。他们不是钢铁人，坚强有过天灾，早上说拜拜的人晚上可能不会再回来。与死亡紧紧隔着仿佛一代机遇，对生命期许不遗余力，直至背影离去。我们遗憾的鼻酸着看着家属心寒的不说情盼，是他带全家出去玩的，看着脸上长的亲友大呼好大，勉强挤出一句话，任务完成的休息吧。我们明是新闻第一次听到的名字，心里是谢谢这些英雄一次又一次，但他们要的或许不是谢谢身份工作时不如能力整个卧室，从此终止亲人要的或许也不是英勇的英雄，只能回家的爸爸也让他们急，又有时太心痛。我们闭上眼不能再看，但有时我们得睁大眼终结这些人会在哪，请给我敏锐警觉听到呼救声，请给我足够时间帮助每个人，这一次高雄气爆哦，虽然说我们说我们是台南人，像我们制作人他是台北人，但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很关心我们高雄的兄弟姐妹，他们的重建之路还是遥遥无期，所以我们大概希望尽自己一份的心力，所以今天的这个票房收入是不扣除成本哦，也很感谢高雄博二，他们也是跟我们一起配合，就是全部都会捐给我们高雄在地哦需要这些受灾户或者是相关的救助单位。那非常谢谢各位哦，也给你这首刚刚这首歌献给所有的消防员和在这次高雄气爆里面丧失的那些英灵们，谢谢各位。然后最后我要再说一次，高雄加油，高雄加油，然后台湾加油，天佑高雄，谢谢我们广义人生有贡献，谢谢。